英，我是廖帅。今天你吃越南法国面包了吗？今天呢，我们在台中港路啊，现在叫做台湾大道，发现一间呢，好像很厉害的越南法国面包，而且呢，他强调他面包每天呢手工制作、限量生产哦。我们来试看看。我加加辣，加辣比较好吃。再看加香菜，再加红萝卜。还不错。面包很酥，刚烤出来。台湾大道这边啊，巷子里面啊，有很多很厉害的小吃，都藏在巷子里面。它有包这个香菜、火腿、萝卜、红萝卜，然后加辣，加辣，好好吃的。法国面包，没有去越南，你可以试看看。它的萝卜好好吃，不错，好吃的。这房子壁画看起来也很厉害，这种老房子。大家有机会啊，来台湾大道啊，可以来试看看。靠近三民路。我是廖帅，下次见喽。